Welcome to Interesting， 我是你们的牙。如果走在街上发现一只巨型蜘蛛和一条巨龙正在打斗，你会做些什么呢？当然是拿起手机录视频啊，这么奇特的事情不得发个朋友圈走一波吗？那真的太不像我们自己了，怎么可以那么低调？可是这两只巨型变异动物为什么不攻击人类呢？莫非是谁家养出来的，有了人性变成了人类的好朋友？原来这是法国街头戏剧公司 Lemotion 创造了两个机械奇迹，一只蜘蛛和一条巨龙在渥太华市中心进行4天的公开演出。本以为 Lemotion 公司选择在市中心进行表演是为了赚钱，看来是小编肤浅了。 Lemotion 公司表示，在公共空间演出只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公众情绪，让人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机器是如何操作的，不必只是单纯的从电影上了解。这个巨大的机械蜘蛛，它的重量为40吨，不会吐丝，只会喷水，但是需要16个人来控制它完成复杂的运动。而另一只半龙半马的机械生物马龙，高36英尺，重45吨，不仅可以吐出烟雾和火焰，还能跑步、后退、躺下，感觉光看技能龙哥就已经赢了。这次在渥太华的演出是 Lemotion 在北美的首演，在这演出的4天里，讲述的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巨型蜘蛛库姆和马龙相继觉醒，为了谁来统治这个世界进行了3场战斗，最后一场发生在加拿大战争博物馆。这两只巨兽不只是漫游街头，还要表演故事情节，甚至还与交通信号灯、桥梁和艺术作品互动，让观看的人们真正的感受到大电影中的精彩片段。看的小编真的好想去现场，要不然还是隔着屏幕感受这样的大场面，真的是亏大了。奈何梦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但是这些巨型的机械怪兽相信已经让一些二次元宅男们热血澎湃了吧。欢迎走进趣思亭，好吃好玩有趣多别东西，我们这里通通有，免费吃啦，快上车。